我么子我说量力而行，他们要求人说我说别个说别个起不起，我是我要要算账的。那个月头我要过了月尾，你说把什么小区的么子别个拿的气息拿得出来？你掏的钱你妈的找人先讲，你像那个像在我们海洋那个店呢，开分店了，脑子疼的看到的。他生意不行吗？那个？他都是卖熟的，都是卖五块钱的。哦，五块钱的，卖五块。我那是我那里卖八块都不想卖。那你在武汉买了几套房了呀？我两三套房子，房子不卖多，一个要做卫生。在我这里还有房子，一个岗，搞那套房子做么事呢？这个房子拆了又可以赔了。都是靠那个有的人呐，他想钱呐，他小房子，我们人都不行了。你搞他的房子是不是你留的钱是不是你的，他有些人啊旁边外人啊找不到啊，一个内行的是看门的，外行是看那个他们的叫的声音，叫的声音呢一个扇子啊是五块钱一碗，他们海洋他们也不是的，你妈今天说那些人说炸油饼炸炸着买七买七个油饼，您是不是汉正街最贵的？那可不可能，我们这来的是最贵的，因为那肠子挺俏皮哟。这再来一锅，哎，这一锅肠子得多少钱？这总是两千大几百块钱，我的两锅就是五千块钱的。哦，我们这里主要这样模式的，还是要打勺子。满面起，面是不行的。面七块钱，你妈十块钱也不合。为么子我说量力而行呢？和平红料43块钱，哎，你不喝，哎，你不喝红料，你喝着混啤酒，45块钱。你说把什么小区的么子别个拿的气息的，他们要求人说我说别个说别个起不起，我是我要要算账的，那个月头我要过了月尾，他妈就拿得出来。你这把盐把的随意啊，你不要撑一下。贵贵呀还。就这个人啊。啊就是他真是蛮蛮冤的。他撑下就摁着了。再来翻。你这两三套房子全是全款买的。哎。他是吃的噻。跟你总结一点，到你家吃的来学的都是有钱的。那肯定呢。我没有不强，我还不想呀，我蛮麻烦，我没得精力。现在一半。那你这今年多大年纪了？今年54年龄，69了。今年70了。三月份一过就70岁的份了。这是用了蛮多年的卤料包吧？哎，用了多少年？这我一配就是30个，配的都是放在楼上的。别人都用个白布包的，你这个搞个什么？他布就是看个人物的，他有的啊，他是配料是打成粉子，打成粉子就好，但是我们用不习惯他的。他不是的，他夹着粉子免得别个学。偷到了，不是的，哎呦，妈这么大，你妈的，你生意做得完？慢慢的有点香味了啊。香。也不能够买一箱很难要的，太香了，那个味翻出来都不好看了。那个气，哇！来个桶啊，小陈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老汤，老汤。哎。哦，就是一锅汤。哎，你这个是不是老汤啊？没人呢。你这老汤颜色不错。哎。正在闻的。这话你真的还没上啊？这个我。
他不行，他就散了，一散你就不好结了。他说别个，你们搞这行几个人？要量了上公里，上公箱的，非要量，你不量都还坏着呢。哎，我还不想赚蛮多，你晓不得？人家来了，这是那个事。来，你看我们的厂子几干净了呢？你那一般的别个外头的牛杂子，你妈杂巴老火的些鬼东西，你妈吓死人！你看我们这都是厂子，都是厂子，那宰的场那里都晓得我的，哪里忙啊？哪？